姐妹们好，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过廓形卫衣了，今天来整集。因为冬天这种廓形卫衣真的是非常好搭，你下面的话只要去穿一个这种鲨鱼裤，然后配个这种很大的 oversize 的 T 恤，上面的卫衣就是轮流换。对我来说，这种 oversize 只要我看中，我肯定就把它收回家，日常出门简直不要太方便。第一件的话，我给红色吧，啊，讨个好兆头，好不好？这种红色穿在身上，就是哪怕不涂腮红、不化妆，它都非常的显白，这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点。这个里面的话是有点微微薄绒，但不是很厚，很适合我们南方来穿，或者是说外面喜欢穿一些外套的女生，因为有的时候衣服太厚夹在里面会有点不舒服嘛。这个前面的字母很可爱，它是6248，然后6248的意思就是无独有偶嘛，是一个蛮好玩的寓意。然后因为我现在拍照呢其实是个镜面的，穿在身上其实这个文字是反的，我觉得会比较有意思一些，稍微有点小心机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件它的面部是那种很薄很薄很轻很轻的那种体感，穿在身上怎么说呢，就没有负担。我是比较喜欢那种轻盈过冬感觉的，所以这件超得我心啊。版型的话就是这种大大的 oversize 的人在意中晃的一个效果，下面就超简单了，就下面配一个这种 legging， 冬日必备的一个模型吧，算是。帽子也很大，吊在后面的效果是可以很好的削弱我的一个肩膀的一个存在感，然后侧面的话会显得人超薄，然后侧面的口袋但它是一个隐形袋子，你们感受一下我这个侧面。主要是我很平吧，所以可能你们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我平时的话其实真没那么平，这件穿起来我整个人是吊着的那种状态。可以去搭一些这种牛仔外套 oversize 的套在外面，下面的话就还是打底裤，就蛮简单的。主要是这种撞色其实就显得人特别有质感，对吧？然后有一点小小的字母露出来，非常的点睛，也可以抬高我们的胸位线。这两件叠穿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重量，就冬天穿真的还蛮爽的。再来这一件呢，它是一个雾蓝色，哦，它真的很不上镜。像我这段我已经重新拍了3次了，没有办法体现到1/3的一个漂亮的感觉。这件里面是没有加绒的，也是很轻很薄的那种。像这件，我觉得立马我今天就可以穿回家了，因为我们现在还27度呢。你看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蓝色，这个的话它的蓝色非常的收敛，而且它里面是有扎染的那种纹理在里面的，所以整个就是中性感爆炸，我非常喜欢这一件。就怎么说呢，它的蓝色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少年蓝，它是真的显得人非常的有活力，然后显得人是那种不油腻的那种感觉，它是一个去油神器。它远看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雾霾蓝，然后近看它就能看到它的扎染的一个面部，很特别。前面的话它也是一个字母，这个是两个本部做的绳子，从里到外都透露着轻盈，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重量，所以穿起来那个体感在冬天真的是让人想去滑滑板的感觉。就真的不知道有没有人 get 到我说的那种感觉，我现在看上去就是个少年哦，青葱岁月的少年。帽子也是这样的，能够支棱起来的，很轻，整件重量可能都跟一件衬衫都差不多，但它是一件卫衣哦。这个套牛仔外套也非常好看，因为它的颜色其实是属于同色系嘛。哇，这时候留个短发，有没有假装是一个少年，就那意思你懂吧，青春的味道。这颜色太得我的心了。Wow， 这种衣服它虽然是休闲的，可能没有像一些大衣啊或者像连衣裙就一穿上去就会眼冒金星的那种衣服，但是它一定就是日常出门的时候捞起来就能走的。然后这一件它也是一个卫衣，其实这件它虽然是卫衣的样子，但实际上它是个毛衣吧，我也把它放在这一集，因为我觉得它也是那种休闲的感觉。我是非常喜欢那种大的然后毛茸茸的东西，就在冬天的时候不就是应该穿这样的衣服吗？这两个绳也是那种粗粗的很大的那种点睛感，和它这种宽宽大大的版型刚好自成一派的一个效果。然后它是这种圈圈羊毛，超级保暖。这件的话可能我日常穿我都不需要再套外套了，但是它不会很重哦，就它虽然很保暖，但是它就是穿身上还蛮轻。这件就是有一点差，个子比较娇小的女生可能要买到最小码哦，这个是不看体重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就都可以穿了。然后是那种很粗的条纹，其实看上去视觉效果还蛮丰富的。这么厚的情况下来讲，我觉得它已经算是不算显胖的衣服了，而且它是一个粗的条纹，所以的话在视觉上的转移效果还蛮好的，就这个出门好有安全感哦，好像被包起来。这件衣服就很适合跟老邻居吃个烧烤啊，吃个夜宵什么的时候就立马套上它，就是一拉3秒出门的衣服。最后一个是这个，放在最后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它哦，反而就是我超喜欢它，但是就因为它价格比较贵，100羊绒的这种帽衫，感受一下它近距离的那种毛感，丰厚的一个感觉，整身就是那种毛茸茸的幸福感。哇，这件呢就非常推荐那种有预算的姐妹去留一件，拉绒的肤感在羊绒里面都可以算数一数二了，没有穿过的话真的挺可惜的，是不是？然后这个的话是属于可能有点设计的那种款式吧，这件的话是通过镂空又通过一个帽衫把整体的那种蓬松感把它压下去了，所以就是那种奢华跟休闲的一个平衡吧，就很低调。这件是我自己的一个私藏款，太美了。然后这件我有做的稍微大一点点，没有那么小，它反而看上去会更显瘦，而且它的垂感也会更好，厚度也稍微厚了一些些，所以的话穿起来会更保暖。特别是羊绒哦，你有没有发现真的很少有这种就这么漂亮又这么有设计感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基础款，所以就挺难得的吧，我也把它放上来。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臭美一下，拜拜。